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强强对决，关正方钓鱼岛对面紫禁城啊。紫禁城今天又上九离城了啊。咱们看一下鱼岛这边，还是传统的大唐神木林的女儿国标，对面上的是一个212女儿武装九离加神木，阴阵打阴阵，没有阵法克制。关正方女儿这边是拿到的一速的，开场第一回合直接点九离啊，这就是共识啊，就是看见九离城，然后二话不说先干他，想都不用想啊，先把他处理掉再说。这也是在我印象里紫禁城好像第一次用这个九离城去玩212，以往都是用九离城来打国标的啊，毕竟马上就可能发这个视频的时候武神坛已经打完了吧。这我提前说一声啊，就反正武神坛之前做的啊，武神坛之前做的，可能是为了应对马上要迎来的武神坛啊，练练阵容，练练打法啊，拿这些豪门当对手啊，练练这个212的九离城打法。因为国标的话，九离城很多小伙伴说九离城会代替大唐的一个位置啊，这不至于。不至于，因为在这个国标版本里边，大唐的点杀永远是最稳定。九离城输出虽高，但是它的抗性也是一个大问题，而且也具备一定的不稳定性，它也不是太稳定，没有大唐那么稳吧。倒是它有一些跟大唐确实比较像的，比如说灵宝，九离城的灵宝比大唐打的血都多。但是它这个抗性永远是一个大问题，太容易被点杀了。你一旦上国标又没有武装冠的时候，不好打，不好打。所以大唐那个位置九离城肯定是替代不了的，这个不用想。但九离城比大唐更多元化，人家可以去打四宝一，可以去打212。九离城会比大唐机动性更强吧。这边连着两回合点了对面两个单位，控制一下关南方的地府，赶紧招招宝宝。关南方多了个地府的情况下还是多抓一抓对面女儿村，让自己稳稳的拿到一个女儿村的一组啊，就稳中之稳的拿到，这样打起来就会方便很多了。对面开始压关正方大唐了，里皮苍穹直接单切，简简单单啊，一把单切。水清暂保一下武装冠，这是要上天地了啊！上天地同寿第五回合加起来，也可以给神木林来一个天地同寿。再针对神木林，好家伙，神木林也没了吧？这。直接给干残了，单抽163，宝宝随便跟一个，你杀了人家两个，人家回头也杀你俩，没死，出了合击，少打了一下，神木林没死，品亭封刻技，砸个钱，继续163，又多破一次163也不错的。武装冠再套化身四啊，问题关正方现在就没法去针对对面的神木林。你面对神木林的时候，关正方就得不停的点，你不能跟他耗呀，你耗不过九离城呢。就大家一起打面伤也好，亲宝宝也好，杀人也好，你耗不过这个九离城，所以关正方就得一直靠着地府的小死亡去压制对面的人物。以现在九离城这么一个强势程度，你两个人消耗都不一定耗得过他一个九离城。
啊，大唐加什木加起来也不一定耗过一九里车。大唐这边触发一把青蛇，岁月强控一下武装冠啊，关兆宏这边就是一直守着对面的九黎城的一个尸体啊，但不耽误九黎城的出手。卡一卡九转，无魂舔过来，这波关兆宏点谁啊？小爽继续点后排神木灵，这是最稳的，亲个宝宝，打飞三，哎。这是打飞了，他好像这刷了两个技能吧，对，他就刷到两个技能，就刷到两个技能，刷到两个技能就没必要用三皇镜灭了吧。成功的将对面神木林压倒在地，哎，就反正不能拖啊，有机会就点。鸟儿村再控鸟儿村，没封中，岁月强控化身色还是不让你回府，对面就继续有机会压关正方的大同官府啊，舔过来卡大金解武装补流云，又来混二刃亲亲宝宝，亲三点 又只刷到了两个技能，因为九黎城它是两个技能和三个技能随机给，随机给，有的时候刷两个，有的时候刷三个。由于经脉和一些门派灵宝的关系啊，刷三个的概率会高一些。女儿村继续控地府。延长早早的就延长了，再来一斧开天，铁血神风还是一波点杀，那大唐没了，三千七直接给劈死，如果大唐一直被这么压着，关兆宏点杀节奏他也不好，你总得拉起来去活血你才能完成一个点杀，而且大唐的被就神器伤害他叠不起来呀、啊。那个金风效果他永远没有，他就永远缺240点的一个伤害，这缺的还蛮多的。三皇镜面打飞三个神药，再压住九黎，还是继续吃九转，化缘伞防一下，人拉九黎城化身色活一口，天地统兽继续打伤，两个风系配合着把九黎城保住了，神木中了一手大死亡，压一下对面的九黎城还凑合吧，也终于是可以把对面的节奏缓一缓，但现在关兆宏想切进去啊，
首先你得拿风系开刀，你点不死对面的五方冠，你就没法点对面的九黎尘。这两个都是连着的。所以现在观战皇需要一个机会啊，去针对一下对面的这个风系。幻阳符，这样九黎尘就可以直接拉起来了啊！大死亡杀了一个九黎尘，相当于亲俩宝宝吧。活一口神木林，暂时观战皇也只能针对后排的神木林啊，或者是对面也给神木林上一把天地。就感觉给神木林上天地也没什么问题啊，也可以啊。神妖，招地听，神木林一把青蛇。女儿一把金青，观战皇这还不好点嘞，因为这波还得考虑地听的问题。封地听没封进去，化生色活下大堂，这样令旗给地听加上。观照万象再压大堂，够了，足够压这个大同官府，只要不够半血你扫不出来。可能要杀掉的呀，没杀掉算了。这战敌没配上速度，哎呦，棋差一招啊，没配上速度啊，不然观战皇大唐倒地了。不过观战皇这一波也没有点，那大唐能不能扫就无所谓了。这波并没有点啊，后边还有一个九黎尘跟的嘛，九黎尘后边还能跟着补一刀，一补开天，铁血神风。大唐最终还是倒地了，亲宝宝。前一段时间，反正今年刚过年那会儿吧，流行过一段时间，他们去打造了一批这种就是纯单法的宝宝，这个大家知道，有一段时间就流行这个纯单法的宝宝，就是反正每个服务器总有那么一两只吧，不多啊，流行过那么一段时间，就几天，完了打造几个以后，发现好像作用没那么大，后边他们就不打造了啊，就没有想象中的。看起来好用啊，但实际上又一般般的，所以就打造了几个以后就没人用这玩意儿了。后边主要是流行起来这种多轮车地顶，再杀女儿村163，女儿村是这个回合刚偷的酒吧？对呀，这要是被打死血亏啊，没打死女儿可以放一把大特技，但现在观战皇没医术呀。招幻虚迷破163，没破掉。观战皇选择了水晶，他没敢金青，因为自己没速度嘛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的，前期有时间观战皇地府尽量多去抓一抓对面女儿村的速度，就保证自己的医术不丢。活大唐没活上，不然你这一个风系打对面两个风系你没法打，何况你有地府吗？这不就是你在速度方面占的一个巨大的便宜吗？小爽再点后排神木林，大唐有没有强拉这个很重要。
轻轻放出来。对面没了神马宝宝，幻灯魂一速也回来了，直接又换了一个地厅。然而对面神木林并没有死啊，大桃没有去强拉。清掉一号位，再不地听不然的骚扰观鸟皇。把这地厅给打到了，拉起大唐骑着人儿，哎呦，又中了一大锁。现在观众朋友有无理邪的速度，流云补上。品 A 带走，又是一个大锁。那这样鱼岛这边可以缓得过来啊，回头接着点对面的神木林。哎呀，咋还有一个用圆造型的这么一个地铁啊，憨态可掬啊，看着好像没什么威胁啊，但实际上呢可能非常的凶残。地厅不可貌相，夹战敌了。真的是憨态可掬，人畜无害的样子。赶紧换养护啊，跟一下把这地厅处理掉。六道无量也是跟的地厅，平时月下迷伤，再换练习生，还是压观的光化身似的活血，压大唐，把真丝活血活出来了。你如果把大唐压死，化真丝活血，他就活歪了。说白了，还是在压化身丝啊。这样大唐活满血，嗯。其实可以尝试的去点一点对面的一个风血，看几个漫天了。一版漫天有王亮追魂，踩踏且婚宴散，躺大唐没套中。那武装冠的日月乾坤是有概率把你这干将给你套掉的。这波观战方并没有去点杀，再来一把漫天，两把了。亲鸟孩子，再把练习生亲鸟，九黎城可以拉起来，女儿村再控后排神木林。哎，又招了一个孩子出来。这九黎城站起来，观战荒他就不好点杀了，因为九黎城他有无理系速度，他压你大唐的血线是够用的，甚至可以直接把你杀掉的。所以说九黎城一站起来就确实不好点。第三版漫天也飘出来了，神游武器。那这样观战荒伤害就加起来了啊，化身死再补个金刚。
可以尝试的。哎呦，对面武装直接点望月了。哎呦，这一波啊，对面武装直接点了防御，这武装的风宝宝都没人解了吗？啊，有人管没人管啊？拉起九黎尘，上古灵符，流云补了一把，上古灵符开中了对面女儿村，九黎尘再来，这几回合鱼岛这边的节奏也缓下来了，啊，也缓下来了。人家九黎尘倒地了，反而关亮皇也不怎么进攻了啊！你等人家站起来，你再进攻吗？那人家站起来，你还怎么进攻呀？控武装，哎，这回能杀九黎了，这回可以杀九黎尘了。打针给地府，一把金青，皇之关亮皇这边挂中小死亡，对面补了一个地听，火眼打哨。活一口，那活不活的也 不关键啊，反正没什么抗性啊，血的质量不高嘛。小死亡顶着相思寒针没挂中，助冰锤，倒是给的也不多，给了一把平，就是要不说他是活不活血的也无所谓的啊，因为他那个血的质量那叫一个低啊。但神武器是突出一个好用啊，他真好用啊，最终九黎尘还没死。九黎尘还没死啊！对面又补一个地听，这样令旗加给地听，魔镜加上，这回是个攻的，渡劫金身保一下。黄泉之息，再把九黎尘抓死，关照万象，攻地听来压女儿村了。九千，贴住，把莲带走女儿村，关照皇女儿又可以偷个酒了啊！这下又可以来偷一个酒，但鱼岛这局势打不开呀、啊。超级神迹献祭自己啊，救起了女儿村。关亮皇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点杀了，继续黄泉之息，孩子也被清了，压住女儿村。哎，但一号位又站起来了，这鬼环孩子关键时刻才好用。摇铃铛，天地同寿，赶紧打上。飞三个就劈了一下，九黎尘自己倒了，把自己反死了。行啊，这节奏又缓下来了。拉起鸟村守尸没守住，